冰啊？有两个。有两个。他这个。哎、欸，他都不出来。他要出不出的？很薄哎。嗯，我夹了。我们叫做泡面饱夹了。哇，这样吃饱吃泡面。我们在这边吃了两个饱哎。我靠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我之前，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有一只海豹球？有。哎、欸，这有什么东西？好像是点出它是 A B C。哦，这抽奖，这抽奖，这才是。哎、欸，是黑色，就是我上次他们的、欸。对，就这个吗？这个十点哦。那我想用用看这个，这把是这个吗？那我想换这个。哦。上次我们看的是黑色。这两个对不对？我上次是那个，哎、欸，逢甲就这两个。对、啊。我要这个。好啊。这是什么？面膜。啊，不要，我不喜欢面膜。面膜比较麻烦。那是我错了。卸妆膏。第一耶。看能不能，因为个两点呢。可是这个夹刀会想晃吗？哎、欸，所以它没有摆正好夹啊，那个不会毁到、啊。我就想要夹那一只、哦哦，因为它可能会。哎、欸，还是夹把手。它头另一边呢？好像是。哎，它怕能甩。我、哦、真的好硬。欸欸、也是一直这样滑下去。所以它自己二手。自己二手哎。再试一次，不行就删。好硬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还有吗？再一次就好。好，再一次。至少让鹿爪看看，至少让我鹿翅爪。有了。其实它是直上直下，我发现。那为什么跟那个会把它弄倒？还是运气啊。好吗？好吗？我在想这个好不好夹，然后圆滚滚的，对啊，因为我只想要找一点的，不想找零点五。我知道，因为零点二很麻烦。除非是好打的零点五。哎，它是蛮重的，它是蛮重的，因为它好像蛮重的都。哦，很重哎、欸。哇，很重哎、欸。重哎、欸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那么重？是纸巾吗？哦，那它丢回去。再试试看，有了。哎、欸，它怎么不会补过来？还想把这个抓出来，带出来。可能它没过来。对、啊，它没有过来。再来一次啊。哎，它是没有补位啊。没有。来换一台。换一台吗？我觉得这也是难。如果它很轻就算了。走了，哎干！好，不要下掉了，太早掉。拖是拖爪哦。好棒哦！可是它好像快饱掉了。哎，它就不能过来吗？
不愧是优品。优品店店店。对，在哪都会被店。错。这个想错路也错不了哎、欸。真的错不了哎、欸，你想保二两也拿不上。哎呦，扶起来，扶起来，那个洞会飞起来。算了，能出就出吧。太重了吧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这个可以。他过来了。上去。差多少？嗯，差不多。再抓过来一点。看，我们等下要找那种没有挡板的比较好。这种挡板的实在太硬。对啊，超硬的。一来第一个就保家了。真的，一来第一个就吃饱了。哎呦，再找后面那个把它转过来。超赞！哎、欸，哎、欸。挂直接放手，为什么？我想抓后面那个，我要撞。看他们放。刷金啊！有两个。啊，两个。那这个不会的就夹一夹吧。至少起，哎、欸。刚被那个卡住了，还是这个可以直接拉出来？不行，小包它太重了。它秤太重了。上去，哎、欸，上是上去了，那怎么拉过来？啊，不行，不行。它这边很重啊，它爪力太烂了啦。真的哎，它爪力太烂了。250，两个。小贵。哼，贵很多。我们找那种没有挡板的。没有挡板的应该很少了。不愧是优品还是硬的。对啊。哦好。交份。哎、欸，那个不是我们那边也有。哦，这个看起来比较好，没有挡板至少。对啊。可是它也是缩动。的确是啊，这感觉就摸不到下面的。如果能吸就好了。如果能吸就是好事。好，这样比较好夹。那我刚夹在干嘛？夹了个心酸。它躺平好像比较好。好，对了，嗯，四点。你就要换吗？店面哪一个？如果店面不好夹，就把店换。因为是两点。好啊，可以啊。如果这不好夹，就可以这可能也不错，因为这很重，可能会拖爪。大家试试看。别的。你看，它是拼拖爪，它不是拼那个。哦，不好甩，而且它。那不好斜的。好，不要。我妈鼓掌。这比较好凑点。这用本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差一点。我觉得它唯一好处。真的好处很多，重的，真的。轻的好难出哦。45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凑的话，我就不用换洗衣精了。你这么喜欢洗衣精？能留就留。五个。6点。六点。你那边几个？四个。哎、欸，五个哎、欸。六对啊。很难甩的样子。很难甩。不用。不用，不能装手是吗？好像不能装手哎、欸，装手会直接丢上去。还得下饭，对，不要招手就好。对，那右门呢？对，右门。
好高哦，好难看哦，我太矮了。好高。看不到，看不到。看不到。我看哦，就是从这边看过去，我找不到，很难去对准他的头。他这边没有。我不知道这边有洞是吗？对啊，我会怕那个的洞。他掉下去。感觉用背的下来吧。感觉。因为他也没有脏坏。对啊，而且这个脏后面多。而且它很轻，不是，而且它不能水，完全不。好硬啊！它好了没了。我想试试，我看看试试。完全不能甩哎！一直这样子它不能甩。我觉得只能夹四十五。哎，我也是这样觉得，因为四十五放最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我刚刚也是这样觉得。而且它那个很斜吗？而且。它好像砸出一个超级大、超级大一个洞，你不觉得吗？那个脚夹的那个洞是大到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会直接陷进去。对啊，外丢，哎、欸，这个有机会哦，拉去正门，然后往下翻，看能不能吸引它，看能不能拉去正门。哎、欸，差一点。可以看好像多少可以吸，早就没有到很。对。可是它的那个在包里，没有找力。爪力好像有，可是有了八。哇，到四五了，它变四五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我算了，直接抽好了。哎、欸，哇塞！哇哦！哇哦！越来越高嘞，它能拉吗？多少秒会有？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他要出不出嘞？很薄哎、欸，放弃他吧。还是我直接夹正门？大家丢四五。对啊，然后这次我都那么忙。有了。深一点，嗯，四十五度吧。哇，整台都在晃，可以拉吗？可以拉。四三，嗯，它只有十秒，超级短。九八七六五四三二，你要回来了。因为时间很短，它就会卡住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四三，哎、欸，它抓起来超奇怪的。对啊，好像没力没力感啊。它没有粉的，把它丢下去了。算了。延迟收爪。嗯，它延迟收爪，所以要自己二手。像这样子。是、哦。很丢哎、欸。很丢哎、欸，因为它才九十而已。它拉不太下来。对啊，因为它好像很重。对啊。嗯，保夹了。哦，这样子泡面保夹了。哇，这样吃饱吃泡面。我们在这边吃了两个饱哎。我靠。卡住了。坏了。看你不能走太后面。哇哦。吸过来的。很严重啊！很严重啊！有了。哇，他把它弄破了。真的？嗯。那自己二手。啊。你要夹的轻一点。你觉得这个嘞？好啊，他能看就好。这是宠物啊，宠物的。这边这个不太好看。嗯。很难甩标，走。哎，抓这不就好夹一点？哎，他是全包外丢啊？
一二，哎，正丢，那拨一下就出来了，好难甩哦。对，我总觉得好像这边不好甩。哎，好快哦，但也不会下来。是不是能抓这里啊？然后把这个往前带。好，直接拨。不好看哦。他是以什么方式在卡在那里啊？哎，不是你，算了。好，至少一点，刚好一点。那个十点的那个黑色的那个包装。啊，对对对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谢。那个马铃薯要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个超可怕的。哎。